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今天我们又会来这个植物大战僵尸花园战争二了。好，今天我们一样哦，先解解一些支线任务吧。我们看一下右边，我一出来就看到了，哦，你好，哦，脑袋，哦，什么意思嘛？脑袋啊！哇靠！脑袋，好吧，脑袋，好吧，脑袋，超级脑袋跟你吧。然后我们去那边，哦，来了。什么东西来的吗？那个龟太气功，哦，哇，什么东西，哦，很痛，踢掉你先，是我的神龙拳，哎呦，给你这个，哦，龙卷风拳头，哦，好硬哦，他神龙拳，我操，哇，哇，三招中秒了，砰砰砰，哦，很快真直死了，哦，2500哦，不错嘛，哇，超级脑袋很强哦。好，蛮快的一个支线任务，我们去看看其他的支线任务吧。哦，还有啊，哦，好吧，哦，还有哦，他没有走掉，跟他说话吧，脑袋。真的很好，你成功回来了，脑袋。哦。我又打三次啊！哦，之前那个支线那个植物的，我也是这样打三次。哦，这边也是吗？哦，这么远啊，哦，好远哦！在哪儿？又是直接龟派气功给他先。哎呦，哎呀，又是玫瑰啊！最讨厌玫瑰了，飞！哎，不要走，不要走 ！Oh my god！ 我给你吃神龙拳！哦，走啊！哦，怎么能锤他三招就秒中？哦，难怪我被冰了！不要走，不要走，锤他，锤他！哦，哦，哇，不错嘛！哦，2500啊，应该是三次吧？我们再回去跟他说好吧？哦，果然没走，应该是第三次了。我们再和他说话吧。哦，十分出色。嗯哼。哦，最后一个目标了，好，脑袋。好，在哪边？到了，跳上来先，龟派气功，哦，不中，哦，幸好我也没中，呵呵，来吃一个龙卷风拳头吧，哦，他没事，吃拳头，吃拳头，拳头，拳头，哎呦，锤死他，锤死他，锤死他，哦，哇，三招就秒了，三招，等下三招就这样秒了，先回去吧。哦，我拿到东西，哦，不错嘛，哦，感谢哦。然后他应该是不说一声就走了，嗯，好，果然他不说一声就走了，哇，脑袋，就这样啦，我们就在这边结束啦，脑袋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请